没有，就是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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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怎么？不要说，不要说，Dirty Old Man。一起组队，大家好。宜顺、徐世林、陈佩瑜、宜安顺。幸运到谁家？幸运到我家。Walkers， Walkers the movie。哦，然后只要弹出来我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弹不出来的啦，哪有这么哪那么简单、啊？通常第一个只是一个陪跑的啦。你看吧，这么多了都。想到拍合照会摆什么动作的表情呢？三。啊，你先，你长者我们。大小。插不进去啊。你看看看看，运气就是。运气就是他没有，他只要转一下，只要转一下，就在附近啦。我刚刚那个应该才进，他转头还蛮快的。哎，请问天气的导航？哎，你出这题不公平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哎。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对不对？猜猜嘛，猜猜嘛，没有盲猜不是不公平，应该叫我跟你讲，这问题只有他。我不知道，我方便回答。不公平，不公平。顺哥在拍摄的时候呢，已经用眼睛去量了。因为我刚刚有查那个 Google， 你少来了。刚才特地查了一下天气。我现在发现最色的就是你啊，在现场。最近我在演戏啊，他是真的在看啊，在量啊。最近人家看的影集都看到你的眼神，你最好色。什么 Google？ 我在演戏。我都没有，我在偷看，竟然怕老婆。你在那假装看，假装看不到一样。没有，我都有看到啊。是 F 嘛 ？F 对，那个 Google 上面有啦，对。对不对？Google 上面有，你看嘛，你看。你有事了你？进去。没有。老天是不会帮色的人。四座。哦，聚集啊！哎，其实刚刚已经搞到被我弹起来了。没有。四零最多吧？对。哎，我最多吗？因为你的大嘴巴拿过来。哇！哦哦哦！兄弟，退休了。退休了，拿不走了。拿不走了，你给我做在哪家？不要这样子了，哎，拿不走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这样，好，因为他们没有算到我有拿到传统文化艺术奖。对，不要再撑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杂七杂八的算了，那不重要。还有校友奖的，不要，你们慢慢聊。我先，这哪有近的？大嘴巴拿两个金曲奖啊？你刚猜我吗？你要感谢我，不要拉关系啊，坐下来。你那个只是一个答案。你能后退一步？后退一步了，可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请问张佩瑜什么星座？啊？哇，这很明显吧？十二星座其中的一个。怎样？最该发的就是你，什么？干什么？待不过嘛。十二星座其中的一个啊。你被我年纪大就可以这样子。你退休了。双鱼，金牛，啊，处女，射手，双子啦。耶！看起来跟我小孩子一样啊，个性是吗？哎，走开。还好你剩了一个双子，跟你讲。没有，不用那么大力，没有，就是没有，猫熊为什么睡睡醒？因为拍不出来是这片。啊？你们怎么照自己剧本讲？他还有别的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暴露我们这什么剧情呢？什么剧透呢？猫熊开始想睡小呀？你敢怎样？猫熊只是让。弄不完都去做彩色相片，因为他人生是 L 杯啊，对啊，眼睛一洗 L 杯啊，拍不出彩色照片，拿什么悲惨？人生黑白才叫凄惨啊！你看这些。
OK， 很输不起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我为什么会做到这个年纪？原来你在耍臭，玩臭。哎，我们三个一样。哈，我这等一下，顺哥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赢了。我这心比较厉害，我是一串心呐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两个心心相印呐、啊，不一样。你要，你刚才是这样，为什么一接上去呢？没有，刚刚就这样子的。你刚刚看到的没变吗？一串心啊，对，两个心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好累哦。你干嘛、啊？我不要啊。哦，可以吗？不要。快点。哎呀，看。啊、你刚不要的就我来了。没了，我刚不小心看错了，因为我刚才两颗心啊，所以我两次机会啊。不要这么肮脏啊。Dirty old man, I flower old man。这个人谁跟台语讲比印象还要差？当然是还有谁，我的老相好啊，天心小姐啊。好，可以。天心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要讲的，他们逼我的。可以复，可以复选吗？两个都很多选择、啊。没有的啦，一次就一次。分享，但是没有的差。那我就不分享。不分享，分享不分享。你什么？我答对你们了。你猜，你猜，哎，这什么世界啊？好，你猜。输赢看很重。你猜，你看。啊！这就是不让你们差的原因，OK？ 只是我跟树哥 PK 哦，一个人插两刀，好，两肋插刀。好了，没有你们事了，你们不要玩了。安排，我帮你们安排，你们俩去旁边喝茶了。请讲出你凌晨除了做梦的人以外的故事。我最亲密的那个什么爱人，错。逆局，哎，对。啊啊！你给退去啦，退去啦！这老人家太脏了。哦，你问古龙和马东相会借了多少钱？哈哈，15万。哼，我先把形象传给你。来，哎，这15万哈。他刚刚用粉红色的，没那么幸运，我用白色的。真假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好坏掉。好看，好好看，非常好看。这个不能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先打个梗而已啦。就是这好看，好看，非常好看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，我们这个戏充满了欢乐，充满了爱。第三个，我们给大家每一个希望，可以看出我们父子情的关系。我不要，我要摆着。再没有，这真的是哦。讲得不够诚恳，给你红人就插进去了，可能。神主神主，还有个真名花，真名花在拜什么神？狐仙，就是那个啊。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观世音菩萨啦。有在拜什么？有啊，我做这导游都嘛拜观音。拜观音？马祖跟观世音菩萨两个是好朋友，所以就是说你要把先讲出马祖之后，再把观世音引出来。不一样的感觉，你要拜完了，继续再拜，不够故事还不够长。好了，你给我一个幸运的剑，好吗？没有幸运的剑，这怎么？这个就是关羽娘跟妈做跟你讲卖卵恭维。阿全说过，生女儿要当公主养，那生儿子当什么养？哦，自己忘记了吧？你看，永远记不起来，这种事情很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发生过事，你讲过台词。查甫真的低啊，青菜七条二啊！顺哥拍谁啊？还是没有怎么办？你看吧，你看吧，左一拳右一拳收一拳啊！好，左一拳呐、啊，右一拳呐、啊，我们大家收一拳。为什么？来，左一拳呐、啊，右一拳呐、啊，我们大家一收一拳。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在出老千呐、啊？没有，哎、欸，他们两个真的是老江湖。对哦、啊，喂、啊，好，我授权给你，好不好？看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不要。为什么？害我得罪人，不要。所以你不要想得罪。对对对哦，你应该我不怕得罪。还有不是我。做梦的人宣传30秒，而且要假装现在有在吃槟榔。那你们有槟榔吗？来。有没有什么软糖？哎，刚才那软糖嘞？有。嗯，来，
就是讲，怎样？啊，阮做工的人哦，电影版的，希望大家到捧场啦。所以吼，甲阮支持吼，爱买票去看，甲阮支持啦吼。啊，你若有买票，我那马上这小礼物啦，吼，嘛。哦，无送，不要紧啦。哦，有支持较上重要啦。啊，礼物吼，阮就放咧只家己食。哦，拜托，谢谢，努力。有啦，阿转会送啊，1000分啦。没。谢谢大家。